来，朋友们，能听到我声音的，我们刷一波一。试一下麦，好吧，今天是周五吧？啊，周五本来人应该是不是特别的多，因为现在都在路上，对吧？然后虽然这个5G 来了，但是现在上网这个手机流量应该还是个问题，尤其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在这个住在西二旗，早晚高峰的时候你去西二旗的话，进站你手机刷那个二维码都可能弹不出来，因为手机这个设备太多了，它那个信号塔这个接收这个手机数量是有限制的，好吧？那么言归正传，多少人我们都开始讲啊，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首先呢，刚才在你等待的时间里边写了这么一段话，这个算面试成功法则，也可以说成是这个我们学习的一个法则，就是知识啊，你要必须成体系的去学习，然后当你的知识覆盖面这个覆盖了这个面试官的时候，你和面试官就不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对视关系了。如果你能超过他的话，你一定是俯视他。为什么你们总是感觉说去面试的时候那么痛苦？可能是因为你的知识面还没有完全覆盖到你的面试官，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比他低的比他的这个知识体系少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俯视你，他问出的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都有可能，能理解什么意思吧？然后那么多少知识够呢？说看十本书，看一百本书，那么这个问题留给你们，为什么留给你们？今天你听完这节课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到底看多少书或者怎么样的方式才能让你的肢体更多一些，有没有捷径之类的啊？那么其实隐喻的啊，就是你听听我这个老师讲课怎么样，是这意思吧？然后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大标题，你们都进来了，那么讲哪些知识点呢？这里面无非就这几个维度。第一个，内核是个啥啊？大家好像都知道内核这个事儿，但是内核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有哪些细节，它和我们程序员有什么关系？因为今天扣的标题就是 NIO、BIO， 然后 AIO， 还有网络这块的东西。那么这个内核你得先懂，我才能给你讲得好这些东西。然后通信，网络通信这个通路应该是网络。这个网络通信的原理是啥啊？你只有内核这块了解之后，在理解了网络通信的原理之后，然后我们再抓一下包去验证一下。以前都是讲，今天给你带你抓包抓一下。这个抓包的能力啊，其实是我们VIP 课程后边讲到 Docker 的时候，讲到这个网络 SDN 的时候，会讲这一系列的知识。今天拿到公开课呢，来给你演示一下。然后最后，如果你上面内核也懂了，网络也懂了 ，Socket 也懂了，然后文件描述符也懂了，等都懂了之后，我再跟你说 IO 和内核和网络的关系是啥。尤其很多资料，真的，其实我也平时也会上网看一些别人写的一些资料，就是尤其在讲到 NIO 的 AIO 的时候 ，BIO 的时候，总是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讲明白了，总是感觉还差一点。你说我听懂他那个文字了吧？我也听懂了，但是我总是感觉还差那么一点就能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个感觉的来咱们刷波六。马老师也在，马老师也在。今天你们有幸啊，和马老师一样和在一起和我学习，好吧？好了，那么翻回头来聊啊，给我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是谁，好吧？今天要讲什么东西你知道了，但你得知道这个老师是谁，对不对？那么我呢是马世兵教育，我是马世兵教育的，这就是马老师，刚才已经跟大家刷了一波666了，对不对？然后在这儿呢，然后我是马世兵教育的一名老师，我是谁？我是周老师，我先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但是我希望看我的这个长相之后，你们不要跑，不要吓到你们，这就是我，我叫周志磊，周老师，然后呢，我们马世兵教育机构呢是腾讯认证的这么一个机构，那认证机构其实就是它这么一些提示，下级同学可以看看，然后官网站，你们可以访问一下我们的官网。官网的时候每次我都会介绍这一点知识啊，就是会有一个马世兵大学，然后这里面会收录着我们所有的资料，这都是我们自己手打的手敲的一些资料，这个东西是公开的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的一个学习的那么一个学习园地。我们在做，我们一直在做，未来会把它做得越来越强大，
但是大家呢给我们一点时间，而且除了这个我们这块的东西的话，还有一些关于我们学生的这个笔记，这是一个笔记。那么笔记里面来看一眼啊，这个 我打开了几个。今天讲网络，你看、啊、这是曾经的一个学生讲完网络之后他做的笔记，是关于网络这块的笔记，巴拉巴拉整理了很多啊，整理了很多。然后你只需要看、啊，这是学生整理的。那么我们老师做什么了？看到下面这张图，这是学生自己画的，很漂亮一张图。然后其实我上课也有带画这张图。今天给你们讲网络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是给 VIP 上课画的，这些所有的图都在这个图里边。然后我画的其实是类似于这样的一张图，因为就使得这个工具画的是这样的，其实没有它那个好看，但是线的脉络是稍微的清楚一点。哎，能看到这个图的同学来刷波六。没错，讲 LVS 讲 KeepLab 的这个负载均衡这块的。然后除了这块的还有 Hadoop 的，还有一些 Spark 的笔记，就是我随便挑了几个给你看看，这都是学生自己做的笔记啊，我们老师去讲。那么老师做什么了？我再给你看一个给学生讲这个 Spark 源码，就只有源码这一块的笔记啊。看这张图，我把它缩小缩小缩小，这个里边的图上面讲的是 Spark 源码的图，这是我上课随堂画的，明白吧？这一直往下，就是所有里边的功能、代码以及对象，还有通信、这个 RPC 调用等等的，所有的源码都我可以放大看一眼。你觉得这张图小的话，可以放大。这是它实际的可视的一个字体大小，能看到吗，同学们？这个能看清楚的，咱再刷一波六。面试题，那么这个时候我再强调一点啊，面试题我们也有将近3000多的面试题，但是在这儿我更要强调一点，不要你学 IT 千万千万不要去说还跟上大学一样背面试题，我写这句话啥意思你一定要明白，你要先组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你要能像我一样嘎把图画出来了，把所有脉络都捋清了，连内核然后等等的底层原理都懂了，面试官随便换他的面试题你都在俯视他，所以你虐打他就可以了，虐杀面试官就可以了，能理解吧？这个词儿就是随便写一下啊，这个不要当真啊，别动手就可以了，好吧？啊，那么简单的展示过程之后，我们回归正题，第一个点，我们先来弄一弄这个内核是个啥东西，它和成员是什么关系？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互动一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用的操作系统 Windows 也好 Linux 也好，它是这种多用户多任务的，尤其是多任务的。什么叫多任务？我现在有这个 PPT， 有开着我的这个等等很多的播放歌曲和录屏的这种软件，它们好像在同时运行。那么请问这些程序是同时运行的吗？来，咱们互动回答一下，是同时运行的吗？是不是？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看，你们都知道。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基于这个问题，注意听啊，一定要注意听。如果我只有一颗 CPU， 我只有一颗 CPU， 某一个时间点有几个程序在运行？回答一下，是不是只有一个？哎，那么这个点大家都知道，那么有没有人这么问过你，或者你这样问过你自己？那么这个程序跑着跑着，它怎么把权限交出来，让给第二个程序去运行的？就是让他们交替运行的。你们都是 coder， 程序都是在你们手里写出来的，你们有写过让出 CPU 这个过程吗？有人说调度算法，你有写过调度算法吗？就这一个问题就一针见血。你不论你是否知道这个结果，你觉得不觉得刚才我这个问题问这个套路非常之重要，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啊？你们都在沉浸在自己这个回答这个上这个问题，根本就没人在乎我在说啥了。那么回来啊，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内核很重要。为什么？其实程序怎么来切换来调来调去的，其实就是由内核来控制的。那内核是个啥？内核其实也是个程序，明白明白？内核其实也是个软件。那么这时候其实就水平化了。那么你内核是软件，我这个 PPT 是软件，我这个录屏也是软件。那么这三软件怎么切换来切换去的？那么
希望大家跟着我注意听啊，跟着我走一下这个流程啊。我们先简单的把这个知识点铺一下，这个铺垫一下。首先你要知道计算机里边会有一个东西，长条的线性地址，它叫做内存。这为什么每次都出来俩？或者管它叫做物理内存，没毛病吧，同学们？首先说我们计算机里是不是有一个内存条，物理内存是线性地址，对不对？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有 CPU 上面还有什么呀？ CPU 是不是一二三级缓存，还有所谓的里边的真正计算的时候用的计算器，对不对？啊，这些是组成计算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还有网卡，对不对？我们下边的硬件里边还有网卡，然后呢还有硬盘，再拽一个桶过来，还有硬盘这块一定要跟着我的思路走。为什么？你去面试的时候，你答一道题答成什么样子，取决于你答的这个效果，面试官会给你一个分儿，明白吧？很多细节知识点你底层抠明白了，你在答上层知识点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容易。首先这是组件计算机最基本的几个东西。那么在断电的时候，内存里啥也没有东西， CPU 也什么没有，然后但是我们的程序，无论内核也好，还是你的这个程序，都是文件，都是一些这个磁集存在这块硬盘里边。那么当你按下电源之后，注意先进入内存的程序，先从磁盘读到的程序是 kernel 内核，这个也都是知道，这个起码到现在这个环节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内核是先进入内存，对不对？明白吧？然后内核进入内存之后，它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它把这个内存空间圈定了一下。把它置于底层。那么就是这个内存的这个区域叫什么区域啊？是不是内核存在的区域？这个地址到这个地址的范围是这个区域叫什么呀？是它的内核态，或者叫做内核空间。这个知识点应该都知道吧？然后这里面会用到的一个东西，其实内核会在计算器当中，会在可能会在计算中注册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呀？叫做 GDT。计算机的时候学的时候都知道解耦这个事儿，都知道有描述这个事儿。那么其实它有一个 GDT 一张表，这表里记录内存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内核空间。那么相反，从剩余的空间来算的话，就是从这个位置到这边的位置，它叫做用户空间，或者叫用户态。这应该都是你大学学的基本知识，没毛病吧？哎，那么这时候注意，它两者之间有一个级别，因为这个内存嘛，其实你就想，你家里边一个柜子，这个柜子如果你有你老婆的话，那么最下面这个柜子是你的柜子，那么上边十个柜子，那个十个抽屉是你老婆的，你只有一个。但是这时候其实你更期望的什么东西？你老婆别翻你的柜子，因为翻到你柜子里边，可能又是由你之前给你这个初恋写的这种小纸条之类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有隐私的，但是这个隐私是有这个覆盖权的。但是其实真正生活当中，你老婆是随便翻你那个柜子，但是你有可能不敢翻你老婆的柜子。这个描述能听懂吧？如果带入到这个内存空间当中，内核所在的空间，这里边读到的指令 ，CPU 从这儿读到指令，它可以无条件的访问整条物理内存任何的位置空间。但是如果 CPU 读的时候，根据 GDT 的描述，读到的这个指令是从这个区域当中读到指令，那么这个里边的指令如果想访问这个区域空间的这个内存地址的话，是无权的。所以这个总的两端这个权限，其实就是所谓的 run 零区，然后这是 run 三区，这是这么一个态的一个概念。左边是最高级的，右边是相对低级的。这个能听懂的同学来刷边六。其实就是一些描述和一些这种指针的那么一个指向和一个划分区域这么一个过程。当这个明白了之后啊，那么这里面注意，那么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出现内核，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一个可访问不可访问这么一个约束？ Linux 系统尤其什么呀？尤其的安全。 Linux 系统尤其的安全，就是它这种方式要保护内核，所以当内核划分这个区域之后进入保护模式。如果不划分这个区域，没有这个 GDP， 没有这个约束的话，那么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一个实模式，实模式，从实模式有内核之后会进入保护模式，就是安全模式。那么进入这个模式之后，那么如果就是为什么要这个内核，其实你下边会有很多的硬件，有我们的硬盘，用的网卡，那么内核起到一个什么效果，那么比如说你用户空间当中有了一个程序，这个 Tomcat， 或者会有很多的其他的计算机程序，这些程序如果他们比如说都想访问磁盘的某一个文件，来自这个空间很多人去访问这个硬盘的话，如果没有内核，是不是就把磁盘东西写乱了，是不是争抢有覆盖等等这样效果发生。所以这时候这个从这个位置往下所有硬件是由内核管理，你所有程序如果想访问网件，想使用网卡，想使用硬盘，想使用键盘鼠标等等，一切都要经由内核，内核里边去包裹了一些方法和驱动，内核去调用了它们，是用内核调用了这些硬件，明白吧？那么这时候内核只要把这个东西的调用驱动分装好之后，内核向外暴露是什么？它暴露一个东西叫做 system call。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叫做系统调用，对不对？哎 ，Linux 内核当中的系统调用也就两百来个。那么这个系统调用是个啥东西呢？你就把它想成就是个方法，就是个方法。那么 C 语言会把这些系统调用包装成很多高级的我们 C 可以调用的 API。那么一个是 system call， 一个是程序在开发的时候它依赖的东西叫做 API。那么 API 的全名叫做什么呀？是不是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就是应用程序编发编程接口的。那么在这儿我给你演示一下，比如说在一个操作系统里边 Linux 操系统啊，注意是 Linux 操系统，你做这么一件事情，你 yum install menu 帮助程序和 man pages 装前面这个你们应该都会装，都只要你用过 Linux 是不是这块都知道。但是 man pages 是一个什么东西？ man pages 其实这里边会带着所有内核可以让你的 C 调的那个 API那个系统调用的帮助手册。当你把这个装完之后，因为我这个装过了我就不装了，你去做这件事情 manual 帮助程序二类文档是系统调用的。我们看一个东西叫做 read， 看清楚吗？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就是 manual 二 read， 这个 read 这个词就是读的意思，对不对？回车，其实这时候你来看这个应该都是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C 语言导这个编程都是头，对不对？就跟我们导炸包一样。那么下面你看这个写法还带个括号，里边逗号分割还有类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方法？来，同学们，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方法？哎，那么这个方法当中注意你要看一个东西啊，先记住了，开始攒知识了，因为后边都会用到。它的参数里边会出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呀？ FD， 这个 FD 是什么意思？ read from 什么呀？ a file descriptor， 文件描述符。那么 FD 文件描述符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文件描述符？在 Java 当中，我们是 OO 的，是面向对象的。所有面向对象里边，我们会有 input stream、output stream 这种对象，对不对？但是操作系统它不是面向对象的。操作系统，尤其 Linux 当中，一般都会用数字代表一个什么东西，代表一个 IO。那么在 Java 当中就是对象，在这儿就变成了数字，这个数字就叫做文件描述符。你就把这个 FD 地址想成是一个什么呀 ？input stream 或 output stream 一个地址。这块记住了的同学，你就是你知道了有一个在操作当中内核当中，因为是二类的系统调用，里边有文件描述符的概念了。来，我们刷班六，你先把这个事记住，因为后边都会用到它。好吧，那么这时候你其实你思考一个问题 ，Tomcat Java 开发的，你用 Java 的时候是不是肯定调过很多 IO？ 调 IO 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关心过磁盘怎么读，磁盘那个寻址怎么寻址，怎么一切的事你都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你调的是 Java 那个。具体那个 IO 这个对象，但是你往底下抠看它源代码，最终一定会看到一个单词，那个单词叫什么呀？ Java 当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单词叫 native 还是 native？ 是不是这么一个单词？这个单词代表什么意思？那段代码不是 Java 实现的，它调了 C， 对不对？调了 C 之后调了系统调用，听调里调了 read， 你要读啥东西其实最终就调那个 read 了。这块听懂同学来说吧，六就是我们的程序和内核是有关联关系的，你的程序一定会调用它。那么调的时候注意，你调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用户态到内核态的一个切换，就是用户态或者用户态或用户空间有这么一个切换的过程。切换的过程其实成本是很高的，因为这个过程呢要发生软中断，
那六十秒要发射软中弹，软中弹，那么这时候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那么什么叫做这个这么多程序，它可以轮循去执行。那么回到看这个原点啊，注意听这个原点，一个计算机内存里边有很多的程序，这其实就是一个各自的自己的区间，一会儿 Tom 在跑，一会儿内核跑，一会儿另外一个程序跑，一会儿另外一个程序跑，他们怎么切换的呀？这块有同学知道吗？怎么切换的？你如果你对中段不懂，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他们怎么切换的。注意，在 CPU 里边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晶振，有人听说过吗？晶振有人听说过吗？时间轮片，时间轮片是一个逻辑描述，它的物理实现怎么实现的？怎么一秒钟就有1000次或10000次的轮循？说脉冲有点沾边了。晶振是一种物理的一种物质，就是如果电流流过它，比如左边水平电流流过它了，在右边会标准的一秒钟有1000次、10000次或者多少多少次的一个震荡，哒哒哒哒震荡，明白吧？你头几年买那个10块钱那种 Hello Kitty 的电子表，中间一个长条，你把它 KK 之后，后边一个黑疙瘩，一块电池，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一个圆柱体带两个腿儿，那个就叫晶振。电池的电流过那个圆柱体那个晶振之后，它出来之后哒哒哒哒这样出来，但是很快。然后那个黑疙瘩开始数，如果一秒钟1000次，它数1000次哒哒哒，就把秒往上加一。能理解我说什么意思吧，同学们？这块听懂来刷波六。那么当这个事情之后，这么一个物理硬件了，这个哒哒哒哒哒一直在震。如果哒震了一下，你注意人的体感秒已经很快了，对不对？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秒是一个浩瀚漫长的一个东西。如果它一秒钟哒哒哒震1000次，它每哒一次，过一个哒一次，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叫做什么？产生一个什么？时间中断。能明白说什么意思？吧嗒 ，CPU 就被震了一下 ，CPU 震了一下干什么事情 ？CPU 会根据内核注册在表里边的那个调度程序，就刚才你们说是不是有调度算法？哎，会把调度算法那个程序代码读起来。这个时候如果正在处理着 Tomcat 呢，吧嗒一震 ，Tomcat 不处理你了，我 CPU 要去读内核那块调度程序了，看看下一个程序是谁，那么这样才可以切换程序。这块听听同学来刷波六。晶振啥玩意儿？一会儿你下边百度一搜就知道了，它就是一个物理的一个电子元器件，曾经是在主板上一个独立的东西，现在是坐进 CPU 里了。能理解什么意思了吧？那么这时候再注意听，有一个成本问题在里边。如果现在这颗 CPU 缓存的是你 Tomcat 里边堆栈和数据，能理解什么意思吧？这个数据是在这个缓存是 Tomcat 的，它晶振吧嗒一震 ，CPU 是不是就不能处理 Tomcat， 要处理调度内核了？内核里边是不是会有一个调度算法？那么这时候你那个 Tomcat 里边曾经那个 A 等于3到这儿之后，奔这加成4了 ，A 等于4在这儿，它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保存回去？这个东西叫保护现场，哎，保护上面，保护现场，把这个要刷回内存，刷回内存之后，然后再把内核里边的这段代码再加载进来，然后算一算活动的进程有哪些。然后挑出一个来，然后选择，如果选择另外一个程序之后，然后再把内核这块清掉之后，然后再把另外曾经那个程序恢复现场，就把曾经保存那个计算这个缓存里边东西再读回来，计算器的值等等的，然后让它继续运行另外一个程序，另外一个程序跑时吧嗒晶振又一震，那么这时候再去调内核，然后再去切换这 Tomcat 等等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多任务的计算机的一个执行过程。这块听众同学来刷波六。所有的词汇，你之前可能只知道这些词汇，但是现在要能把它说得更清楚一些，没问题吧？哎，那么在这之后，注意攒知识点，攒几个知识点。你知道程序的切换有保护现场、恢复现场很慢，成本极高。第二一个空间，这边的空间可以访问它，但是这边空间不能访问它。所以这时候注意，如果我磁盘当中有一个文件。刚才就知道这个性交用了。如果磁盘当中有一个文件，注意看这个文件在磁盘里边，我的应用程序想读取这个文件的流程是什么流程？我这个程序想去读取这个文件的流程是什么流程？是不是肯定是你程序代码你没有写过 IO， 它肯定是调用的系统调用的 system call， 对不对？调用的系统调用之后，注意是内核代替你去读这个文件，明白吗？内核去读这个文件，内核把文件读到什么呀？读到内核态，就是内核空间里边。读完之后，内核还得把这个程序拷贝到你应用程序的这个进程空间里边，就是由内核空间拷贝到用户空间，能理解？
考完之后，然后你这个阻塞的状态才能读到这个文件里边的东西，也就是你 X 等于 readline， 那个等于号一定是阻塞的， readline 底层一定会调用调用，那时候帮你把数据导腾来导腾去，导到你这之后，你那个等于号才能继续往后走，你才能取到那个这笔数据，就是最终数据在哪，最终数据经过它到这儿，这块的听众同学来刷本六。当这点听懂了之后，其实你会条件反射，你们如果学过一点高阶知识，一定都听过一个词叫什么词，这种考白来考白去是不是要浪费时间，是不是要浪费时间，一定听过另外一个词叫什么词，另外一个技术叫什么技术，是不是叫做零拷贝，听过的咱们刷一下一，零拷贝，知道零拷贝这件事情的刷一下一。那么好了，零拷贝是啥，注意我再给你看一眼，只要你有了 Linux 系统，什么书都不用买了，过来看，什么十本书一百本书不需要，退出来，它有一个系统调用，是内核增加了一个系统调用的 send file 发送，然后这时候注意听啊，看你看那个方法，你虽然不会 Linux 的开发，但是你一定会看方法，因为 Java 是类似语言的参数，第一个参数out file descriptor 文件描述符 in file descriptor 输入的文件描述符，然后以及偏移量和大小，前面两个就足以了。注意，这叫什么？这是不是叫系统调用？系统调用在哪？系统调用是不是在内核里边？是它是不是在内核里边实现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需要传几个参数？最基本的是不是要把一个输出的文件描述符，一个输入的文件描述符，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输出的是网卡，输入的是这个文件。那么只要你应用程序调一次系统调用，给它这两网卡那个 socket 连接和这个文件的文件描述符，是不是用内核直接读这个文件到内核，巴巴就发出去了？还需要再向用户间拷贝的一次过程吗？如果没有 send file， 曾经是怎么样？曾经你是不是调 read， 先把它读到内核，读到 tomcat， 然后再调 read， 把它再读到内核，再写到内核，再写到网卡上去？这块也听同学，那再刷波六，屌不屌？好吧，我说了，你要记住文件描述符这个事儿，后边就好讲了。这个知识讲完了，对不对？哎，那么继续听，文件描述符代表的是 I/O， 对不对？那么这时候程序，我们的程序，只要你是个程序在操作系统，它最少有三个 I/O 流，哪三个 I/O 流啊？是不是标准输入 system.in， 对不对？你 Java 里边的标准输出 system.out println， 对不对？错误输出就是报错，对不对？ system.out 这个 error.println， 对不对？ Java 是不是有这三个流必须默认的，对不对？这个知识点是不是也知道？那么这时候我再让你看一个东西，在我们的 Linux 系统当中，你能看到程序里边的文件描述符，比如说我当前这儿巴拉巴拉写东西，吧唧一回车，这个字符串是不是给了我这个当前解释程序了，这个解释器，对不对？解释器是不是也是个程序？只要是个程序，来看 cdploc 这个目录是一个，虽然看似是一个磁盘的一个目录，一个文件系统的目录，但是它里边存的是什么？存的是我们操作系统内核程序里边的一些这个进程里边的东西，映射成在这个目录里边了。它里边比如说去$$$$$$什么意思？是我当前这个进程的 ID 号，也就是去我当前这个进程，它映射到文件系统里边能看见什么东西。里边会有 FD 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文件描述符回车？然后这个目录其实我单进程就是1202这个进程，然后在里边看里边有什么东西，012 0就是 system.in 标准输入，一就是 system.out println， 二就是 system.error.println， 每个程序最少都有这三个。这个基础知识懂的同学，如果你学过重定向，是不是知道也知道这个知识点？明白明白。哎，当这个知识点知道之后，我给你演示一个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内核先讲到这儿，后边我再给你讲这个关于 I/O 和内核的关系。那么讲到这之后，我跟你说我要讲网络原理了。网络原理里边通信的时候，其实就这个在网络当中一般就是 OSI 会划分七层，然后 TCP 会划分所谓的四层或五层。那么这时候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个事情啊，注意看，关注我下边的流程。现在我这个交互的程序里边只有三个 I/O。没有对其他地方打开任何 I/O， 那么这个 Linux 系统当中我也没有装一个 Firefox 一个浏览器，那么现在我用 I/O 用重定向的方式
请求回百度的主页，你看我怎么去做。第一件事情 EIEC 用一个八，然后输入输出两个方向怼到哪儿去，怼到 DV 然后 TCP 然后 3w.baidu.com 然后80这个端口。那么注意，这是一个磁盘的路径，对不对？但是这个你要知道一个知识点， Linux 系统一切皆文件，一切是文件。那么什么叫一切皆文件？我内存里边的一个程序的 IO 输入流可以应成文件的一个应成一个文件，我的一个 TCP 连接一个 socket 连接也可以应成成一个文件来表示。那么你只需要观察结果回车，就多了一个 一个文件描述符八，也就是代表了一个 IO， 这个 IO 指向了哪儿？指向了一个 socket， 这个 socket 在哪儿？其实指向了百度。那么等于现在就建了一个 TCP 连接，能理解吧？当有了这个 TCP 连接之后，注意我们是不是要请求百度的主页？请求百度主页走的什么协议？是不是就是 HTTP 协议？那么 HTTP 协议是不是要用 GET 然后请求一个资源，给出版本号这样一个写法？然后你注意看，如果你要把这个协议写出来的话，就是 GET 方法请求的根目录，然后 HTTP 然后现 1.0 这个版本，然后后边是不是在 HTTP 协议当中要求这必须跟一个换行符，下边才是请求的那个请求头，对不对？请求投完了之后才是请求体，而且要隔两个换行符，这是它协议规定死的。那么换行符就是杠 N 来表示，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你 echo 这个打印的命令是不能识别杠 N 的，要加一个东西，加一个杠 E， 回车之后它才能够识别这个换行这个位置，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然后再跟着我走，当我有这个 IO 了，我轻点停，当我有这个 socket 的通信了，我只需要把刚才这段字符不打印到我本地的输出，而是通过八发出去，对不对？所以重定向到，如果你后边放的是文件描述符，这一定要加一个 and。 你们之前应该都学过重定向，但是很少有老师给你讲后边 and 什么意思，对不对？哎，这要写一个八，因为八是一个文件描述符，是一个通路。然后回车，好，这段字符本地就不显示了，通过网络就发给百度了。百度收到一个请求头处，然后调它的 action 处理完之后，它一定会有 response， 对不对？这是 request， 还有 response 返回之后，它是不是也通过这个 socket 返回给八了？我从八是不是应该能读到那个返回的东西，对不对？可以用 cat 可以，它的标准输入零来自于八号文件描述符，这是不是重定向？前面是不是这个 cat 零 cat 自己的零这个标准输入？任何程序是不是都有零一二，对不对？那么这时候让我的八里边的东西重定向这个零留给 cat 会打印出来，就是这行 语句的意思。那么回车走，哎，那么注意到这个错是因为什么？因为时间太长了，我只需要再加速一点，因为你这个 socket 开启了很久，我并没有传输数据，对不对？这能理解吧？哎，回先把它清一下，清完之后我把这个关掉 EIEC 八，然后来自于减号给它关掉之后，重来刚才的流程。注意看，现在没有这个 socket 连接，我只需要走。开启一个八号文件描述符，然后赶紧着把刚才那个 echo 打印那个事儿通过八发出去，发完之后 cat 零来自于八号文件描述符回车。能看到这个效果吧，同学们？是不是百度主页请求回来了？而且 HTTP 协议的时候，注意什么是 HTTP 协议？是不是会有返回的状态码、返回的头？是不是还有我们的这个 HTTP 这个相关的这个标签，对不对？我是不是没有装任何的浏览器，通过的就是这些东西，对不对？刚才是不是上面有一个 socket， 我是不是要先开启一个 socket， 先开启连接之后才能传输我这个通信协议，对不对？这个顺序有没有记住？因为这一点也很重要，下边要讲这个知识点了，明白了吧？好吧，这块听懂的同学刷波六，我开始讲下边的知识点。好嘞，当这个点接触之后啊，然后我们来先聊网络，网络聊通之后我们再聊 IO， 这事儿你就好做了，好吧？然后在聊网络的时候，注意刚才说了 OSI 有七层参考模型，参考模型的目的其实就是解耦，为什么七层？就是为了解耦，但是模型啊它只是提出了并没有实现。那么真正实现的是我们 TCP IP 协议实现的时候，其实就分了这么几层：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链路层、物理层。那么整个这些层它分层协作，每层只做一件事情，上下层之间是解耦的，中间上层不变，下层可以换任何的东西，只要之间层与层之间的接口不变就可以了。
那么每层都有协议，都有一些数据。首先来跟着我的思路走。在应用层，刚才说了，应用层有应用层的事情。应用层一般放什么东西？我们的应用程序，我们的用空间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客户端浏览器，比如说我们的 Tomcat，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WebLogis 等等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那么应用层里边有一系列它的协议，这个协议里边有 HTTP 协议啊，有 FTP 协议等等的。那么刚才演示给你的是 HTTP 协议。那么什么叫做 HTTP 协议？其实就是一个规范啊，我两边应该发送什么样的格式，什么样的字符串，怎么分割，我这么发，你那边一定读得懂，对不对？是不是道理？刚才如果 HTTP 协议瞎写的话，那么百度肯定不会给我主页，没毛病吧？那么这是应用层，但是这时候注意了，应用层顶多如果你打开浏览器，写了一堆要访问什么东西之后，它顶多是按照 HTTP 协议给你封了一个字符串，这叫 data， 叫数据。应用层并没有把这个数据真正发出去，它不做发送的事，它只是按照 HTTP 协议去书写，封那个这个数据包。那么应用层封完之后，注意它会叫传输控制层。那么注意上面为什么叫应用层？这些都是应用空间的。从这层开始往下就是内核空间了。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内核空间，那么内核空间当中传输控制层做什么事情呢？你看这个名字叫传输控制。那么你在回想你编程的时候，你是不是应用层里边要拗一个 server socket， 那是服务端，在你这边这个客户端是拗一个 socket 可以了。拗 socket 的时候，你只有拗完 socket 得到 socket 之后，才能点出 IO， 然后才能把你的字符串发出去，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就跟我刚才一定要先准备一个 socket 重定向，得到一个 socket 八号文件苗符之后，我才能把字符串发出去，这个顺序是一样的。所以应用层有了一个字符串要发，它也在这儿阻塞着。它先要做一件事情，先调内核，说您把传输帮我建立起来。那么一说到传输控制层的协议，就有两个协议，一个是什么协议 ？TCP 协议，一个是 UDP 协议。那么现在我只问大家，什么是 TCP 协议？知道同学来刷一下。神马是 TCP 协议，来刷一下。可靠的传输，可靠的传输，怎么都是可靠的传输呢？哎，这个小猪棒球来个面向连接的，你们这两个一定是要加起来说面向连接的且可靠的传输，对不对？是不是面向连接且可靠的？那么这时候这两个词一个个来解释啥叫面向连接的。是说我这边这个要想这台计算机想上网，然后有一个人看不见，叭插一根网线，日日插到百度上去了，然后你俩可以通信了。然后一会儿这台想访问这个腾讯的话，拆个网线噔噔跑腾讯去了，是这个连接，是这个连接吗？这肯定不是，这叫物理连接，对不对？它 TCP 所谓的面向连接是什么意思？所谓的面向连接是什么意思？我现在问大家，知道的刷一。哎，你看，无论你说啥，你是不是会给我反馈？那么我和你之间是真的建立了一个物理通道，物理连接了吗？我摸着你的手，摸着你的脸了吗？没有。但是你是不是也能和我这个呼应，对不对？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面向连接的。什么叫面向连接的？我说给你听，你要给我一个反馈，然后我们之间要这么一个确认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面连接是什么？就是如果上层想传输，想使一个面连接的，就是它不传输之前两边现在说话，你收到的请勿这个回复一个一，听懂的回复一个一，他爸还给你回复一个。那么如果他不回复，他就认为这边的人没有听他说话。如果我们在线下上课的话，我就会说什么呀？确认过眼神，对不对？就是我看你，你也看我，中间但是没有一个物理连接，这就是所谓的 TCP。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哎，那么这个没跟这还没有 UDP 什么 ？UDP 是不需要这个回波确认的，只有 TCP 需要一个所谓面向连接，然后加上一个可传输就是确认机制，你必须给我一个回送一个确认。那么在这里边细聊就可以聊出来了。一般提到 TCP 会有一个所谓三次握手、四次分手以及中间传输数据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三次握手之后是不是才会建立 TCP 连接，对不对？那么这个所谓连接是什么意思？注意听，下边注意听了。当上层说你帮我去建一个连接吧，那么这就是传输控制层，它会控制产生一个包，这个包叫做 SYN 握手包。那么为什么是三次握手？你注意听啊，传输控制层巴搭发出去一个包，然后这时候服务端如果收到这个包的时候，就跟刚才我说的时候，我说这个听懂的就刷一，巴发过去了，如果对端巴搭回送一个 SYN 加 ACK 的确认包回来，
就是有去有回，这是两次了，握两次手了。第三次握手是传输控制的再回一个 ACK 确认，只要完成这么一来一回再一回，这个时候两边注意两边开启什么呀资源，开启线程就可以开启抛出线程了，或者创建那个相应的这个数据结构体。那么两端都开启资源之后，这个三次握手走完之后才叫做有一个链接。如果两边没有开辟资源，就没有所谓的面向连接。所以面向连接你就可以解释成什么意思，三次握手的确认之后，两端开启了对象和资源内存里边，那么这才叫做面向连接。这个什么叫做可靠的传输方式，就这种确认的过程。那么它为什么是三次握手呢？为啥需要三次，两次不行呢？一定会，你看这儿有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三次而不是两次呢？注意通信是双向的，就是为什么你学 NL 的时候必须有一个 channel 里边，这个 channel 既可以读也可以写。我们的文件描符也一样，这个文件描符你可以是单向读单向写，它也可以是一个读写的一个双向的，跟那个8文件描符是双向的。但是在 Java 当中 IO 是不是一定单向的，你要么是 output 要么是 input。 这就是为什么在 NL 当中要开发出一个 channel， 因为尤其在 socket 里边通信是双向的，这句话认可的来刷波6。就是先说通信是双向这个事儿，这认可之后再给你解释为什么是三次握手而不是两次握手。因为通信是双向的，你看你站在客户的角度，我发一个 SN 想握手，你给我一个 ACK， 那么这时候站在客户端两次就可以确认我的输入和输出都是好的，能明白吧？但这时候如果你换成服务端，服务端刚才收到了一个握手的包，也给人家回送了一个确认，这时候服务端只能确定一件事情，来的包我能收到，因为这个包来的包不是我发的，是人家发的，我收到了。但是我发出去这个包有到达他的那边的内存里吗？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物理连接，我们只能靠这种信号的传递，两边在内存开辟资源，我回送这个他收没收到，他开没开辟资源，我要不要跟着也开辟资源呢？这所谓的连接要不要承认他呢？那你有什么意思吧？那么这时候其实如果他在等到客户端吧唧再回一个确认，说我收到了你那个确认的包了，那么这时候站在他的角度是不是双向也通了？所以这时候中间虽然没有物理连接，他们也可以大胆的再开辟内存资源了，为这个连接建立起一个相应的这个内存的这个空间和数据结构。这块最终听懂的同学来刷波6，就是为什么是三次握手而不是两次，没问题吧？哎，我讲你能学到知识，不要光在那儿，咱们给点面子，稍微加一下我们小九妹的二维码，之前我讲课的视频和资料都可以找他去这个咨询获取一下，好吧同学们。哎，我就把它放在这儿，你们不忙的时候扫一下加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了，手机不方便的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字符串去加好友啊。那么好了，注意听，跟着我的思路走。当传输控制层产生了一个包发出去，收了一个包再发出一个包，两边开辟资源之后，那么这时候才是什么意思，才会向上层应层发送一个通知，你上层才能，尤其我们 server 端 accept 就是接收一个新的连接进来了，然后你可以抛出一个线程专门去处理这个连接，这才能走通。那就是到应层之后发现，哎，如果连接建立成功之后，对方开始互相发送数据，开始互相发送数据了。那么发送数据的时候跟三次握手性质是一样的，我给你发一个包你得给我一个确认，我给你发一个包你得给我一个确认。确认机制是它的可靠传输的基石，非常重要的一点，听懂理解吧？哎，那么就是三次握手之后会有数据传输的过程，那么数据传输之后会有一个四次分手。首先不聊四次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分手，那么这是一个基础知识，计算机操作系统端口号的数量是多少，知识的同学来刷一下。没错，这个都应该知道，这个基本常识是6535个。那么端口号其实是有限的，你学编程的时候老师一定教过你，一定要在自己不使用的时候释放资源，无论是端口号也好，还是文件 IO 还是文件描述符。为什么说 IO？ 因为你的 IO 其实换算成 Java 里边的 input stream， 其实换算成操作系统就是一个文件描述符。一个操作系统能够创建多少个文件描述符呢？一 G 内存才是100000个文件描述符，它总归是有一个上限的，端口号也上限6535个，所以在不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释放这些资源，
能明白什么意思吧？那么释放资源，为什么是四次要释放这个资源呢？那么注意，其实你可以拿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过程。两个人谈了30年的恋爱，结婚了。那么结婚之后，你突然发现这个女人不太适合和你结婚过日子，那么你能立刻的转身去找别的女人那啥那啥吗？可以吗？来，同学们回一下，可以吗？这个我们加个前置条件，是站在什么呀？站在这个法律上边，站在这个道德上来聊，是不是？这个不太好，不应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呀？婚姻法，在婚姻法内你是要怎么样履行什么呀义务，对不对？和责任，对不对？是不是道理？你不能出去那啥那啥，也算你的责任，也算你的义务。那么这时候你去想，两个计算机通信，他们来来回回三次握手，好不容易组建一个婚姻。那么如果其中的一个人说断就断，说走就走，另外一个是不是传输就传不了了？先把这个灌到脑子里边，然后注意听，为什么是四次分手？注意听啊，客户端控制层如果上层真想断开了，传输控制层会捏造一个包，这个包叫 FIN 这么一个标志位，叫 Finally， 就是关闭。注意听，是传输层会发送一个分离断开的包。那么你的服务端，注意，因为 TCP 是可靠传输，服务端会回送一个这个客户端发来的这个分离的 ACK 确认包，对吧？就是服务端说好，我收到了你要断开这个事儿。然后注意，为什么四次？注意再数，这两次了，第三次，服务端如果不传输了，也就是你的这个老婆不想跟你过了，他会说我也想和你离婚，那么也就是说服务端也会发一个 FIN， 然后因为是可靠传输，就是趋向于尊重，你也会说啊，你也想离婚这事儿，我也听到了。那么这时候俩人都表明心态了，俩人各自转身把红本一撕，各找各的了，那么代表资源就可以释放了。能理解什么意思吧？如果其中一个人说我想跟你离婚，然后对方说基于尊重，说我听到你说什么了，但是注意，他是听到我你想离婚这事儿，但是他没有表态，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如果说两次你就发现之后你要断开资源的话，那么对方可能还要给你传输一笔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果数据发来之后里边没有任何资源，也没有断口号去响应了，那么这个通信就完蛋了。这块最终听的同学再来刷波六，好厉害吧？这就是为什么是三次握手四次分手啊，建立了传输了四次分手了，中间的所有的包都有这么一个确认的过程，对不对？哎，那么我给你演示一下，找一下感觉。注意，你可以在你的计算机当中Linux系统当中装一个东西，然后开启两个标签页，然后装一个什么，装一个 TCP dump TCP DUMP， 安装这么一个软件，这是抓包用的。那么在你的这个打开这个标签页里边，你写下这样一行指令 TCP DUMP， 然后呢-NN， 禁止使用什么 HTTP 这样的文字描述，禁止使用主机名，全都是用 IP 地址和端口号，然后-I interface 监控你我这个主机的 ETH0 这个接口，监控哪个接口上的数据包，然后你要抓的是什么包呢？抓的是我们比如说一个 port数据包里的端口号是80端口号，能理解啥意思吧？就是你抓80端口号的数据包，然后回车，这个时候这个抓包会阻塞在这里，就一直在监听这块网卡 ，listening on ETH0， 就是 Ethernet 零，以太网零号网卡。这能看懂同学来刷波六，就是这行指令在做一件事，就是要监听 ETH0 上的80端口的数据包。当这个指令你敲完监听之后，注意在另外一个标签里边，它系统自带一个命令。crawl， 然后用它去访问一下www.baidu.com。那么我先不回车，你要自个儿知道，我现在如果吧唧回车，目标地址虽然是一个域名，但是一定会转成一个 IP 地址。然后首先要建立和百度去建立一个 TCP 连接，有一个 socket， 然后才能把这行会转成刚才写那个 get 主页那个 HTTP 协议，再发送协议，然后最终再关闭连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七层到底层一个请求的一个资源网络通信的一个过程，这应该没问题吧？然后注意观察，我回车，
回车之后你是不是请求到了这个主页返回的所有东西了，然后观察这边是不是也抓到包了，没问题吧。那么把我刚才的理论印证一下，这些字符都看得到吗？同学们，这些字符都看得清楚吗？先来刷一下能不能看见，都能看到吧。然后看跟我刚才讲的对不对，注意第一行是 1.18.150.99， 这是我本地的，本地会随机申请一个端号40189，访问的百度的这个我这边 DNS 解析完那个名这个 IP 地址是169125然后80端口号。然后第一次注意这个 S 就是 SYN 握手的包，然后发出去了，发给了我们的百度，发回之后，然后注意百度80是不是会给我这个40189返回一个包，返回的是 SYN 加 ACK 确认包。这是第一次握手，这是第二次握手，能理解吧。然后发完之后我这边扣单自己是不是还给人百度回一个 ACK 确认的包，这叫三次握手。这个看明白的同学来刷包六。Win 是 Window 窗口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一个包发一个确认一个，它可以连续发十个，我等着十个确认号就可以了。滑动窗口这事儿咱先不聊，能理解吧。哎，你会看这个招包的前三行之后注意再往下看。那么建立连接之后是不是我客户端想去请求主页，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发送了一个包，注意这个数据包状态有 S 有 F 还有一个 P， 这个 P 就是我发过去这个包完了结束了，你立刻的去给我响应我这个包里边带的内容，浪次167各字节。那么这等于是又发送了一个数据包，能理解吧。这是我客户端给服务端发送了一个数据包，这个数据包发的啥，就是发那 get 斜线 HB 1.1 这么一个协议发出去了，发了之后有发是不是得有一个确认，所以服务端是不是给我回送了一个确认，是不是就是可靠的传输，就是发确认这个过程，对不对？那么确认完了这之后注意服务端这个给我服务端是不是发了两次，为什么发两次，这次发的是对我刚才请求那个确认，然后服务端还主动的发数据，而且注意这儿 LANS 是1460到1321到这个位置，服务端给客户端发了一笔数据1460个字节，又发了一笔1321个字节，且我的客户端都给他回应了 ACK 确认，就是我发一次服务端给我客户端发一个确认，然后服务端给我发一次客户端又要确认，就是每次发包要随了一个确认，这块能看懂同学来刷包六。这是服务端发的，服务端给客户端发了一个，但是那个主页的内容有点多，一个包放不下，它所以切成了两个包，每个包都要发一个确认，客户端没毛病吧。哎，包大小上面有一个什么呀，协商的一个大小多少，是不是1460，对了吧。哎，然后这时候注意看，你数这个这边客户端再给我的这个说我收到了之后，注意是不是下边就四行，这叫四次分手了，因为主页是不是都请求回来了，这俩加起来就是主页的所有字节，它已经客户端已经可以渲染了，然后客户端也告诉服务器传完了，这时候由客户端主动断开连接，看到了吧，范德里是不是要断开了，哎，发一个范德里我要断开了，服务端是不是得礼貌一下，哎，我收到了，是不是去确认了，确认完之后是不是服务端看是不是80给客户端返回了一个我也想断开，而且我这断开你不需要再回送了，你立刻执行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有 ACK 确认一下，这是四次分手三次握手，中间数据传输且包含着确认，最后四次分手，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HB 哪个版本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呀，重要的是我这个流程 TCP 这个流程，听众同学来刷包六。还是那句话，屌不屌，屌的话大家扫一下二维码，加一下我们那个小九妹妹啊，获取一下往期的资料，咨询一下咱们课程。好了，这个知识点听完了，这个知识点听完了吧，然后继续讲，别着急，你不要认为这就学到很多知识了，这才是一捏捏，知道吧，这才是一捏捏。然后继续往下看啊，有没有录播我不告诉你，有没有录播我不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听完了，听完之后你去问小九，小九会告诉你有没有录播，有没有往期资料，好吧，我就不告诉你。来注意看刚才讲的，我带你抓包了，但是注意听，它是分层的，其实数据包怎么传并不是由传输控制层发出的，传输控制层只是制造了握手的包，那个包制造出来了，
但这包怎么发的？它丢给了下一层，丢给了网络层，就是一层层向下传递。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那么你现在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传输控制层就是产生包的。那么从传输控制层往下，都会每个层都会有一张表，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表。那么这时候，刚才老一直说 socket 什么叫 socket？ 那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命令 ，net 网络自己的状态，然后空格杠 NATP。这个 N 还是那一个意思，网络命令里边的 N 就是禁止使用这种 HTTP， 直接使用80，然后呢不使用什么 localhost， 直接使用这个 IP 地址。A 是所有 ，T 是 TCP 协议 ，P 是这个进程的 ID 号。回车，你会看到这样的一张表，因为它有行有列，对不对？这张表，这个表里边其实列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连接，一些 socket 连接。那么什么叫 socket？socket 你就简单想成就是 IP port。就是 IP 端口号 ，IP 端口号，然后有本机的，比如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192.168.1.099，这是本机 IP 地址，有一个22端口和一个150.1.1.1是我这个 Windows 虚拟网卡，然后会一个随机端号64321，然后呢下边一行前三个写的都一样，但是只有随机端号不一样，这是610，但是这个等于我两个 Windows 的连接都怼到了一台服务器上，且是有两个进程，一个是1200，一个是1228，这两个都是什么 SSHD。我现在这种连接方式就是 SSH 远程连接的，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你服务端那个进程。在 Tomcat 里边，曾经的或者你学这个编程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 BIO 的话，一般我们怎么去应付多个连接？是不是抛线程？在 Linux 系统当中，它会有一个 listen 状态的一个进程，来了一个连接之后，它会 fork 出一个进程，它是进程级别的，一个进程对应一个连接，一个进程对应一个连接，这是它的 BIO 的多进程方式，跟我们这个 Java 当中多线程是一个概念。你Java当中是不是一个主线程，它会抛出一个线程去建立一个连接，对不对？这块能挂上枝，能跟枝挂上钩的，来刷包六。因为你每一个进程要阻塞，专门为它服务，这叫阻塞连接，是 BIO， 对不对？那么这里面你要记住了，这张表 socket 就是 IP port。那为什么我这个 Windows 为什么两个连接连过来呀？因为我有两个标签页。能看懂吧？如果再双击，再开一个对这台服务器的连接，然后你再刷这个命令，就仨了。这个 socket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四个维度 IP port， 只要其中有一个维度不一样，就能明显区分每一个链，对不对？这个连接是不是就是独立的、唯一的？找到这种感觉了吧？哎，每一层都有它相应的表，每一层都有它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传输控制层讲完了。那么如果它产生了一个握手的包，握手包不是它发出去的，要往下扔，那么就到了网络层。到了网络层的时候，见名之意，看见名字就是怎么回事了。网络其实就描述网络这种连接的方式应该怎么从哪去发出去的。我主机有那么多块网卡，从哪发呢？应该这个包从哪走，最终能到百度那儿呢？这个网络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对不对？那么这是网络层该做的事情。那么网络层有网络层的协议是 IP， 对不对？是不是一个 IP 地址？IP 地址是不是可以表示网络当中的设备的地址，对不对？比如说它这个地址是啥，它叫啥。那么这时候一般提到这个支点，我再带你看一个，你们或多或少都用过 Linux， 看一个路径 etc sysconfig network scripts， 这个目录是干什么用的呀？制作同学来说一下这个目录干什么用的，是不是网卡配置的？没错吧？配的时候注意配哪个文件，是不是有一个文件叫做 ifcfg.etc0 配哪个文件，怎么配啊？是不是 vi-ifc 配它，然后 etc0 这个文件名怎么描述啊？ if 是不是 interface 接口的意思， cfg 是不是 config 的意思， etc0 是不是以太网的意思， ethernet 以太网的意思，0是不是第0号网卡， vi 是不是编辑器，把它打开，它就是一个文件，打开，然后注意里边观察，无论你在 Windows 在 Linux 系统当中你配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维度 IP address IP 地址，这是所谓的 IP 地址，网络层的东西。但是注意看下边还有几个，一个叫做 netmask 3.25.1.0 gateway 网关 150.2， 而且网关和它必须是同一个网段的。然后下边 DNS 你做域名解析的。那么这时候好像你们都知道什么呀？地址你们是不是都知道？那么掩码跟网关干什么用的？这俩干什么用的？
这两个干什么用的？大部分人是不是就懵了？哎，有人知道是划分网段的。注意来听啊，那么 IP 地址叫做点分字节 ，IP 地址叫做点分字节。什么叫点分字节啊？两点之间是一个字节，对不对？一个字节是八个二进制位，八个二进制位全零到全一，可以表示的十进制的范围是不是零到二五五？能理解吧？那么掩码它做件什么事情？你去思考一个问题：你在给别人写信的时候，信封的地址要写清楚哪些东西啊？是不是哪个国家、哪个省份、哪个区、哪个县、哪个街道、哪个小区，然后哪个门牌号，然后再谁谁收？这样你的信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邮递到那个人手上？如果你把前面都抹掉，只写一个这个人的名字，或者只写一个身份证号，那么你只要敢发，只要有一个快递员敢接，他就穷其一生就帮你去找这个人在哪儿。他要便利全球所有的人，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其实如果现在地址上做了分制，是不是可以了？所以 IP 地址由两部分组成，一个东西叫做网络号，一个东西叫做它在这个网络里边的那个主机号。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区分出来的？就是拿着你的 IP 地址和掩码做按位语的二进制计算。那么192和255就是这个字节都是一，一个0101的状态和一堆一做语音算得到的是不是还是192？那么168和255做语音算得到是不是还是168？150和25得到运算是不是还是150？99和一堆零做语音算得到啥？是不是零？那么这时候只要 IP 加掩码做按位语得到的叫做网络号。什么叫做互联网？互联网就是一个网络一个网络，每个网络 A 网络 B 网络 C 网络，这些网络之间互相连接的叫互联网。每个网络有自己的网络的名字，就是它的网络号。网络里边的主机有它主机号，比如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没毛病吧？哎，这个应该都知道。哎，那么这个网关先不说，当这个知识点你知道之后啊，我们来退出来，我让你看另外一个东西 ，root 杠 n， 这个看什么东西呢？有人知道吗？每一个层都有一张表，网络层有一张表 ，root 杠 n 是看路由表的回车。那么这时候你来看路由表里边的第一条记录，这个路由表是怎么生成的？记录怎么来的？现在再来看。是不是一听是这个接口的掩码位是不是3251个0？目标网络号多少？是不是1.18150.0？所以这条记录是不是通过刚才网卡配置文件算出来的？那里有什么意思吧？哎，那么好了，当这个路由表的知识也铺垫起来了，掩码你也知道了，网络号你也知道了，那么好，这时候再来看啊，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互联网这么多主机，这么多路由器，这么多交换机，这么多设备，这么多手机，都组建了一个大的一个网络，那么每台设备想连接其他人的时候，每个设备是怎么知道这个数据怎么发出去的呀？是不是有两种方案？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每个设备存下这个互联网当中所有设备以及设备之间连接的这种线路，那有什么意思吧？但是这时候你去想，得用多大的内存、多强的 CPU 才能把这事做出来，对不对？所以这第一个方案一定会被屏蔽掉。那么正经的方案是什么方案？其实是靠的什么呀？吓一跳的方式，就是张楠说这种方式。什么叫吓一跳的方式？不是他写那个吓一跳啊，是下一个跳点的方式。也就是在一个局域网里，咱这么简单画一下，如果一个网又一个网他们这样去连接了，然后又通过这个网他们之间又连了，如果这里边的机器想和他去通信的话，他是不是不能直接过来？他必须到这儿，对不对？那么这时候除非他记录，要么他记录所有的网络连接方式，要么他只需要记住这个怎么出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吓一跳，就跳到这个点上，他只需要把包扔给他到这儿，在这个局网里边，他是知道要从这个点扔到他就可以了，有两个跳点，跳一次，跳两次就能跳到这个主机上。那么这样你会发现，这个设备还需要记录这里边所有的主机，所有主机的连接方式吗？是不是不需要？他只需要记得一条记录，是不是可以了？这个听同学来刷刷波一，只需要记很少的东西，我自己不需要记全局的网络，我只需要找到我一个信任的，我把包扔给他，他能不能到我不管了。那你有什么意思吧？哎，好，我们继续讲。当这个吓一跳的事情知道之后，我们快速讲一下。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最终是想访问百度回车 Ctrl+C 结束的，我想访问百度，百度的这个地址是61135169.125，对不对？能看到它吧？
那么这是他的目标地址，最终这个数据包发给百度。那么拿着这个地址，这个数据包我应该怎么发呢？是不是找出我的下一跳是不是可以了？那么注意他怎么去做的，路由表你知道了，他还会有一个计算叫路由判定。路由判定怎么判定？很简单很快速的一个算法，拿着这个地址和条目当中的掩码做安慰语音算。那么他和他做语音算得到的是 61135169.0， 对不对？和前面目标网络是不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条目被 pass 了。然后找第二个条目是不是 也不一样，是不是也被 pass 了？但是很神奇的，到这个条目这个地址和他做语音算是不是得到的还是40？40跟前面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这个条目就被判定，哎，通可以从这个条目走？那么这个走之后，注意什么叫 gateway， 就是吓一跳。那么也就是说，把我去百度这个包扔给谁啊？是不是扔给和我这台主机同局域网的192.168.150.2，扔给这台就可以了，我就不管了。我也不知道到百度能不能到。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帮我传递过去，但是我知道从我这个路由条目当中扔给他就可以了。这个盖到的同学，来刷包六，这就是所谓的网关，所谓的默认网关。你家里边的所有的手机、电脑，你们家是不是肯定有一个路由器12.168.1.1，对不对？你家里所有的数据包扔给他了，为什么扔给他？你们所有的设备当中都有这张路由表，路由表里面一定都会有默认这么一个条目，而只不过你那写的是 1.1， 所以所有的数据包都会往他那扔。它就是一个下一个跳点，那么路由器往哪扔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你一定知道你家里数据包一定会扔给路由器，就是这个逻辑，是不是道理？哎，那么好了，当你知道这个支点之后，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有两个 IP 地址，一个是去百度的，一个是去我路由器的，那么我这个数据包的 IP 地址应该放哪一个 IP 地址？知道的同学来刷一下。喘口气。哎，我的数据包里边是放百度的 IP 地址呢，还是放我的这个路由器的 IP 地址呢？有人说都放。那都放的时候，那你路由层的时候，路由判定的时候，到底是按哪个去判定的呢？你写信的时候，你是信里边既写一个邮局的地址，又写一个你想给那个美眉的那他家地址，你能写这两个地址吗？你信封上是不是只能写一个地址？这是必须要知道，信封里只能写一个 IP 地址，关键是写谁，能明白什么意思吧？所以其实应该写谁？应该写的是百度的。你就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我写的路由器的 IP 地址，这数据包发出去到路由器了，路由器一看是他自己的，是不是收回他就不帮你转发了？是不是道理？所以肯定不能写路由器的。但是你又再一想，如果我们包地址写的是百度的，那这个包怎么给到路由器的呢？因为没有路由器的地址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很纠结？但是这个时候你其实站在宏观角度，我这数据包目标到底要给谁啊？是不是最终是要给百度，对不对？所以肯定是放百度地址。那么这时候网关的这个地址怎么办？注意外边再套一层信封，告诉我这个是先到网关，先到吓一跳，明白吗？就外边再套一层，再套一层，套的谁？就是链路层，对吧？那么链路层套的地址什么地址？那么这时候就用到另外一个东西了 ARP-AN， A 显示所有， N 就是还是只显示这个 IP 地址，回车。那么你会看到我这个信当中有这么一个列，有这么一个表格，链路层也有一张表，路由层、网络层有一个表，链路层还有一张表。这个表登记的啥东西？登记的你看这里边我的网关是不是150.2.150.2 at 在这样的一个地址上。这个地址叫什么地址？就刚才同学刷的 MAC 地址，网卡地址。局网当中每块网卡都有一个地址，那叫硬件地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信封有 IP 地址，外边再套这么一个地址，那么这是套在最外边的，所以是先按照这个地址扔给了网关，网关看到这数据包之后，看到里边的 IP 地址，再转出去扔给他的下一跳。那么网关扔给他的下一跳的时候，一定套的是他的下一跳的那个 MAC 地址。那么有什么意思？这块听的同学来刷包六，就是数据包里边是有好多层的，明白明白？那么每每聊到这儿啊，其实你要明白一个事情，这张表怎么来的？是通过的网卡配置信息。你刚才有四个配置 ，IP 加掩码可以生成这条记录 ，Gateway 也可以生成这条记录。那么这个表 ARP 表里边这两条记录怎么来的？刚开机的时候也是空的。那它怎么来的呀？这个时候要走一个 ARP 请求， ARP 是个协议，也是一套数据包，
就是我的传输控制层可以发送握手的包，生产一个握手的包，链路层可以生产一个 ARP 请求的包，可以请求 IP 地址。那么通俗来说，如果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如果拿这个是一台，是一个局域网，中间呢是一个交换机，这里边还没有路由器的概念，是一个交换机，他们组建了一个局域网，这里边11112，然后还有一个13，上面的这个地址也不重要，有这么三台机器，这三台机器如果11想访问13的话，那么数据包的目标的 MAC 地址是一定要贴在他的 MAC 地址，他是开始不知道，对不对？开始他是不是不知道他的 ARP 表是不是空的？空的时候他怎么能知道别人的 MAC 地址呢？他要封一个 ARP 的请求数据包， ARP 请求数据包一提到数据包，数据包里边是不是分了很多层？那么链路层一定是不是写一个 MAC 地址？那么现在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了。你要请求一个 MAC 地址，你要产生一个数据包，数据包还得填一个 MAC 地址，那这个你还不知道他的 MAC 地址，那你该怎么填？这时候有一个通用的 MAC 地址，就是全 F， 写死了这个地址谁都不用，只在这种 ARP 包的时候会用，全 F 的 MAC 地址，这是链路层的。然后目标地址13，这个数据包吧唧统治一发就发给交换机，交换机广播，全 F 的 MAC 地址会广播，广播给所有人，但是最终只有他收下，他收之后再一返回，吧唧返回，那么就把 MAC 地址带回来了。这个你看大家都知道，明白明白。那么这时候其实更重要的，你要记住一件什么事情，你要记住一件什么事情，在通信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通信的，它要阻塞，它得先产生一个握手包，握手包它要阻塞，要路由判定，找到网关之后它要阻塞，要它要走 ARP 协议去寻找那个 MAC 地址，回来之后当所有的层准备好了，才能回到传输控制层来拼你的握手的包，然后拼成 MAC 地址才能发出去，对了吧？那么这个发出去之后，然后握手确认再确认，然后这时候应用层才能拼上那个请求头，然后再拼之后数据包才能发出去。能理解什么意思吧？哎，那么这个时候我再给你演示一下，要不要看演示？要不要看演示？同学们，抓一下包，要不要看？想看，好，给几秒钟，扫一下我们九妹的二维码。好吧，我歇会嗓子，就其实我主要是想歇会嗓子。你也知道我这个上课完全靠着一股丹田加这个喉咙。好了，怎么去抓？注意啊，刚才我说了，如果想搞明白这个整个通信的过程，其实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这个三次握手这个顺序，以及三次握手之前是要先去 ARP 请求拿到 MAC 地址，所有的资源准备好之后数据包才能发出去，所以我们验证的是 ARP 和这个三次握手这个整个这个顺序是怎么一个顺序过来的。所以这时候如果想看到它的 ARP 请求的过程，所以要删除这个条目，吓一跳是不是二？这个条目是不是现在得删掉，不能有它，因为一会儿要触发它的请求，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看到这个效果了吧？我是不是删掉了网关的 MAC 地址？明白吗？这个删掉之后，回到我刚才这个标签，把刚才这个也取消掉，重新写，还是 TCPDUMP 这个命令-NN-I， 然后 ETH0， 我要抓它的包。这时候抓什么包？第一，我要抓 ARP 协议的包，你直接写个 ARP 会抓这个协议的包。另外一个 TCP 握手那个包是不是也抓？而且要看他们俩是谁先发生谁后发生，对不对？所以哦，那个包要么是 ARP 的，要么是里边端口号 port 是80的，很简单的一个语法吧，比我们编程的语法还简单，对不对？就是一个货的一个判断，对不对？哎，然后开启抓包，开始 linting ETH0， 这个我看到的同学来抓包6，就是我抓两个层了，抓一个四层的，抓一个二层的六层的，这个绑定好之后，这边我再验证一下，这里边 ARP 杠 A， 哎，怎么又回来了？不要紧啊 ，ARP 杠 A 有之后 ，ARP 杠 D 删掉192.168.150.2，我把它吧唧删 ，ARP 杠 A 是空的，现在是空的，然后在这儿虽然有它不要紧，我这边 ccrawl3w.baidu.com， 哎，紧张了，回车好了，抓回来了，整个的过程走完了，这边对不对？注意看这边，
刚才我是不是固定到这儿？下边是不是就是新来的？下边新来的时候注意看包的特征。第一个包是怎么直接握手了 ？ARP 的那个请求的过程呢？再重新来一遍啊！这个过程不是特别的精彩。我再把这边的全清掉，因为一定要看它这个顺序 ：ARP 杠 A，ARP 杠 D。删掉我们的192.168.150.2，把它删掉。如果它删掉成功，同时删掉成功之后，去 crawl 我们的3w.baidu.com， 这样就很快了。等于内核里边叭删了，啪开始请求。请求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发现它没有 MAC 地址，一定会先去请求那 ARP。能有什么意思吧？这中间加了一个 and， 把两条命令衔接起来了，前面成功，后边的执行，连续快速执行。然后这边先给它绑定上。然后这边啪执行走完，然后这边来看第一个包是不是 ARP 请求的包 ，Who has 这个地址，然后 tell 99来自于99去访问这个地址，然后 replay 回送的二地址 is at 532B， 回来看一眼，是不是 532B？ 是不是先请求的 MAC 地址？请求回来之后是不是才能走你的 TCP 握手的包？确认的包，再确认的包，然后传输数据，分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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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演示过程，看的同学再刷包六。没毛病吧？屌不屌？你今天来听课真的是赚了，我感觉应该是大部分同学其实。今天如果不来，可能这辈子没机会了。能理解有什么意思吧？这叫什么？交臂失之了。好了，那么最后小总结一下，你最终啊面试的时候怎么去和面试官说？其实这时候过程当中你要明白 ，IP 地址是端到端的，客户端到服务端的地址，然后 MAC 地址是你可能中间跳了很多次，每跳一次 MAC 地址都要换的。MAC 地址就是绑定你的那个吓一跳吓一跳的网关那个地址。他是靠这个传递吓一跳能理解吧？同学们，这句话能最终认可的同学来刷波六。IP 地址是端到端的数据包里的 IP 地址是不能变的，哪会变 ？MAC 地址是一直变，只要一跳就会变 MAC 地址，因为它要请求然后绑定的 MAC 地址，好吧？那么不要紧，还没有讲完，还没有讲完，网络层聊明白了，你也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了。面试的时候能 hold 住这个面试了，那么下面再来聊聊 IO 的事情。回到这儿了。回到这儿了，还是这个意思，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说了有这个 BIO、NIO 和 AIO， 那么今天时间也比较长了，我就尽量给你讲一下这个理论上的东西。首先还需要一个最本质的东西，我把这图 copy 一下。注意给你带你找一把这个BIO、NIO 和 AIO 的演示的这个演变的过程，演变的过程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注意听了，现在听才是最值钱的地方哈，才是最值钱的地方。注意，我把这个没用的先删掉啊。文件这个东西留住啊，这是文件的，这个得留住。你怎样去理解 BIO、NIO、AIO？ 今天有可能不讲，我搁到下次课去讲啊。咱们先把 BIO、NIO 这个事儿聊清楚了。那么在计算机通信的时候，还没有 NIO 的时候，只有 BIO。那么 BIO 是什么意思？首先，你要和面试官去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一定要注意一点，时刻提起着内核，因为有没有 NIO、有没有 AIO 是内核决定的。而不是你的语言的炸包和 API 决定的，这是非常非常一针见血的一点。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我一会儿让你看到这一点。首先，内核比较古老的时候，它只支持 BIO， 什么意思？如果网卡的一个请求进来之后，刚才请求的网络通信已经知道吧？就是这个七层一定走完四层，然后这时候内核就有一个 socket 了，会调我们 Tomcat。Tomcat 会 fork，Tomcat 会抛出一个线程去持有这个连接，而且你也知道 socket 是 IP port，IP port。那么不同的人来，他们可能是
IP 不一样，或者相同的人他的端口不一样，他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不一样的。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这块能不能理解意思？也就是说内核可以收到很多的网卡进的连接，而且只访问8080那个端口的，它的连接会有很多，每一个搜连接 IP port IP port 四个维度当中肯定有一个位置会变，对不对？或者两个位置会变。那么这时候靠的什么？靠的是没有办法，内核就这么直接怼给你了，只能靠我们的应用程序这一方，要么用 Linux 当中复刻进程，一个进程去对应一个搜索连接，要么是 Tomcat 用线程，轻量级进程这种概念，一个线程对一个连接。但是这个时候是 BIO， 什么 BIO？ 你的一个进程级或者一个线程级啥事都干不了，只能盯着这一个线程，不是盯着一个 socket， 这个 socket 有可能数据还在慢慢跑过来呢，还没到呢，所以你这阻塞着，这叫同步且阻塞的方式，因为内核无能为力，没有什么系统调用可以调。这个听众同学来刷班一，这是曾经古老的 BIO 的方式，这个应该都非常好理解。那么 NIO 怎么去实现的？ NIO 在 Java 当中它给你包装了一个东西出来，叫什么东西？ Selector 选择器，对不对？知道 NIO 里边有一个 Selector 的，来我们来刷一下一，都知道吧？注意我再带你看一个东西，今天你们真的是来值了。 Manual 二 Select 这是不是一个 select 的一个单词？二是不是系统调用？什么叫系统调用？是不是内核里边的方法？回车，这个系统调用 描述的什么东西？来读一下这段英文，我英文不太好，但是我应该能给你读懂。巴拉巴拉巴拉 Program to monitor 巴拉巴拉 Fill descriptors 啥意思？程序去监控很多的文件描述符，是不是可以通过 select 去轮询我很多的文件描述符？看懂了吧？巴拉巴拉就是这意思。然后 waiting 什么呀？ Until one more of 什么呀？ The file 巴拉巴拉 become ready 可用的状态了。还需要再去翻译吗？因为下边我也翻不出来了，好吧，你们自己翻译。但是起码你找到感觉了，什么意思？想跟你的面试官聊 NIO， 先聊啥？告诉我，你们刷给我听。在你出去面试的时候，想和面试官聊 NIO， 先跟他聊啥？先聊 BIO， 没错，要先聊内核。内核没有 select， 你根本就没有 NIO， 就没有 selector。它叫什么？NIO 是不是多路复用？是不是道理？来，这时候再来看，如果还是这张图，我的连接是不是会有很多？这个应该怎么去做这事情？我拿画板画了，我从网卡过来连接是不是会有好几条？是不是这么连接过来了？每过了一个是不是文件描述符？比如说8 9 10 11，这是不是文件描述符？而且刚才看带你看的时候，是不是进程的 FD 目录下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些文件描述符？而且他们好像是文件一样，对不对？其实内核里边会多了一个系统调用，是不是 select 系统调用？而这个系统调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系统调它的时候，它是不是会监控这些个文件描述符哪个是已经 ready 状态，有数据到达，对不对？这时候还这我聊这段的时候跟你说程序的事了吗？是不是还没有说？这是不是都是内核里边的事儿？跟你程序一毛钱关系是不是没有？那么关键谁用它呀？你程序里边如果有一个 selector 可以去调它，然后并且给你返回一些 case， 你轮询 case 是不是可以拿到所谓的 channel， 就可以继续编程了？那么这时候应用程序是不是会发起系统调用，且在这儿阻塞着，等待着你给我返回一个可用的文件描述符的一个集合？这句话听懂同学来刷波六，因为 NIO 叫什么呀？同步的非阻塞的方式，对不对？那有什么意思吧？那么这时候它其实要发生一个系统要用的，然后这时候是完全靠内核。曾经内核如果没有 select 的话，那么你只能是一个进程就怼到一个 socket 上面，
就咱俩谁啥事没有了，就咱俩说话，别的事我也管不了了。那么有了 Slack 之后，你这个里边完全可以等着他，有了之后把他拿出好多，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单线程把这个挨个这几个准备好的处理一下，或者抛出一个线程，那个线程来处理这一个准备好的这个所有的文件描述，里边再去轮询有没有，那个意思吧。但是这时候注意啊，这时候注意一个细节，因为你学过 Linux 的时候，你学 Nginx 的时候 ，Nginx 里边一定会听过一个东西叫 EPO， 对不对？然后 EPO 之前是不是 select？ 来，这个知点知道同学来说吧，九，我看有多人知道。说吧，九 ，Nginx 里边 ，Nginx 底层是不是用的是 EPO？ 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用的 EPO。为啥 EPO 其实比 Select 性能高一些，但是千万不要说 EPO 是 AIO， 这个错误是描述是错的。那你有什么意思吧？哎，那么 Select EPO 是一个什么关系？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是性调用是一个 Select 的话，那么这时候你的这个程序 Tomcat 也好，你写的 Java 程序，如果想判定你那些东西，那些问这些个通这些个东西。有没有真正数据，就是没有哪个准备好的时候，是由用户空间会把所有的文件描述符这个集合在调用的时候传进去，由 Select 去判定这个集合里的这个所有描述符哪个是好的，然后再给你返回。那么这时候系统调用的时候一定会传一大批东西过去，会有内存的拷贝来拷贝去能力，有什么意思吧？那么这个 POR 是什么意思？ EPOR 是什么意思？ EPOR 就是其实你在使用 EPOR 这种模型的时候，哎，我这边有文件描述符了，是文件描述符直接的写到你内核里边，会一个内核里边除了一个系统调用，还有一个内存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放了有哪些文件描述在这注册着。那么未来再叫系统调用，只是一个单体单向的一个调用，你告诉我有啥，它会给你 return 一个 set， 就不会有一个 set 传进去，传就调的时候不会传三传这个集合，就是文件描述符集合。这个知识不需要去买书，还是那个道理。这些知识不需要你买书，你现在告诉我从哪儿可以学习，同学们，我教你的学习方法从哪儿可以学。来，同学们刷一下，从哪儿可以学？没错 ，Linux， 因为你其实最终发现了 Java 叫做 JVM，Java 是不是叫做 JVM？Java 虚拟机，虚拟机用什么写的？用 C 语言写的，对不对 ？C 语言写的程序跑在什么上面？是不是跑在了 Linux 系统上面？所以 Manual 二。这怎么写的？就是我们的程序会什么呀 ？Wait for one or for set， 等待一个集合。这个集合是什么呀？是文件描述符的集合。To become ready， 就是一些可用的、可以使用的 I/O 了。文件描述符能理解什么意思吧？曾经是 select 的时候是要传参传进去把集合。现在是只需要调这个 EPO， 然后直接给你返回这个集合就可以了。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哎，没错，这个其实这个下面的回答很对啊，去马世明教育来学就可以了。你回答的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来，觉得我讲的还可以的，我们来刷一波二维码，然后我给你解释一下。刚才有一个同学也说了，真正的 AIO。只有 Windows 平台才是真的 AIO， Linux 上没有 AIO， 好吧？想听细节的关注我们，我后续会专门开一个课给你讲。温咋这牛叉？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它的代价就是蓝屏。然后 Netty 权威指南似乎也没说，但是你应该知道 Netty 剔除了 AIO， 现在依然在使用 NIO。 如果 AIO 那么好的话， Linux 得实现的话，那么 Netty 为什么不使用高效的 AIO 呢？其实 Linux 上的 Java 当中的 AIO 不如 NIO， 没毛病吧？是加尔纳吧？当然学 AIO 了。 AIO 其实虽然有时候你是关注性能，有的时候是关注编码风格，其实说白了这些 IO 知道原理能答，
尤其你就要从我这学到这种面试的技巧，啥事都跟面试官笑到秀到最最底层，这时候其实拿你的肢体去俯视他，他听得一脸懵，你知道吧？然后这时候其实最终你更打给你打的分很高，你就更容易拿到 offer， 钱才是最重要的。能理解我啥意思吧？这个蓝屏不是 AIO 造成的，只是都是操作系统，都是内核、微内核、这个胖内核等等内核设计的方式不一样。Windows 可以很容易实现 AIO， 因为它的调用方式没有那么安全。好吧，同学们，还是那句话，关注我们的二维码，跟进我们的这个进度。然后呢，相应的课程，我们这个来看一眼啊，我们目前开辟的课程有这么，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最近有一些好的事情要发生了。第一个，我们有一个 Java 基础后端工程师，那么是已经是开课了，只不过刚开第一节课。然后这周六日正经上课，如果你这个身边有朋友，不是你啊，你身边有朋友如果想学这个 Java 这块的话，可以赶紧来报名我们这个 Java 后端工程师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AI 的课程7月16号也会去开课了，正经开始开课，而且是我们的北大博士后来给我们讲啊。然后上面可以看这个目录里边，第一集是离散数学，是免费试听的，你可以先听一下。而且我们这个数学学 AI 好像最难的就是数学，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个到这个数学这儿就不往前走了。我们这道数学是面向你初中数学的能力都可以来学人工智能，都能学懂这些数学。所以在我们在用户思考的角度上已经解决你的第一个问题了。这是两门要开的，然后还有一个，注意都别走，大家注意听，有一个好事儿。这个看啊，这个课程498元。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这一共14节课，是 Hadoop 零基础入门到精通的一个黄金课。这个课谁讲的呀？哎，看这个头像，我讲的。好吧，咱们有 VIP 的学员吗？今天听公开课的有 VIP 的学员吗？啊，帮我这个突破一下，现在是零人购买啊。注意听，如果你就 VIP 就不要买了 ，VIP 嘛，你没必要花这个钱啊。就是其实你们 VIP 可以和 VIP 咨询一下，就是大数据我讲的这个入门这个课够不够牛啊。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去学习大数据的话，听你可以先买这门课，然后你最近买的话，我单方面可以保你一件事情，如果你听了这14节课觉得可以，如果想报大数据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钱退给你，或者给你做优惠。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吗？这是我单方面的，就是如果有同学说，哎，我买你这大数据的课程，我有点慌，我大数据行不行？你可以先买这节课，先听一听，因为你去做 Java 架构师面试的时候，肯定也会问你一些大数据的知识，你听我这个东西就完全可以了，就 hold 住他的面试了。然后这时候如果你听着行，大数据能学，跟着老师没问题，那么你可以选择报名我们大数据的课程，然后到时候我会把这个钱给你抵消掉，好吧？这个同学，咱们听众同学来刷一波六。好吧，你可以尝试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一会儿我下播之后啊，如果弹出来说这个评价一下咱们这个机构吧，然后呢，您可以那、这个费体力，耽误个几秒钟给我们稍微评价一下。VIP， 这就是我上 VIP 的课，大哥大黄鸭，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 VIP 的课。你们是免费看的，这是你们该看的东西，我只不过把它切出来了，然后以498一个低价先卖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他其实有能力去学大数据，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对这东西不理解卡住了，这时候我们先把它提成小课。如果每个人发现这个东西，其实你花498可以买到一个面试提升的过程，而且你还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学，如果能学的话，直接在真正的铺上来学都可以。那你有啥意思吧？还有那个，还是刚才说那句话，如果我下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弹窗之类的，或者让您留一个评价，希望是浪费大家几秒钟。今天你看我一直扯着嗓子嚷，大家给我们来一个好评，给老师我来一个好评，好吧同学们。在这里老师谢过大家了，希望今天的讲解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么关注我们，我们是马士兵老师，马士兵教育，好吧。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来同学们再见，拜拜。
啊？没做广告啊？还做哪个广告？就是我们就业啊那些。哦，忘那块了，有点迷瞪，那个差一点。可以，没问题。